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组织行为的授课老师谢俊宏，今天将跟各位一起来探讨第七讲次情绪这个议题。首先，我先介绍这个讲次的教学大纲。在这个讲次中，我们将介绍几个情绪相关的主题：一、情绪的定义；二、情绪构成的要素；三、情绪分类；四、情绪的相关理论；五、情绪智力；六、提升情绪智力；七、情绪管理；八、情绪的重要性；九、情绪的管理意涵。首先，我们先来讨论情绪的定义。心理学家指出，所谓情绪是指个体接受内外在的刺激所引起的个体心理失衡状态。产生，例如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情，这也顺便举出了情绪的复杂性。除了个体心理上有主观的感受之外，在身体上也会随着产生生理变化。每个人会因为对事物有不同的诠释与认定，而产生不同的情绪感受。换言之，在非预期的状况或突然变化的刺激出现，或因为内外在的需求跟期待满足或受阻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情绪。国内的学者张春兴他指出，他说所谓情绪是个体受到某种刺激所产生的一种身心激动的状态。另外，国内的学者也分别指出，情绪是一种复杂的感受状态，包含意识的经验、内在明显的生理反应，以及促进或抑制的动机行为倾向。以及情绪是个人的生活剧本，和我们的人生目标、境遇、对自己的信念，以及我们所处的世界有关。或者学者指出，外在的环境刺激引起内在的心理历程的解读，而产生了情绪的反应。以上我们了解了情绪的定义，在这里我们也顺便来厘清常常跟情绪所混淆的三种概念：第一个感觉，第二个心情，第三个情感。一般而言，感觉是指对客观的现实个别的特征，例如像声音、颜色、气味等的一种反应，它是客观的反应，并不是主观的认识。二、心情，心情是指主体所处在的感情状态，它比情绪的延续时间还要长，感情波动不如情绪来得强烈。三、情感。情感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有时候包含了情绪、感觉，还有心情，有时候也可以专指情绪。接着，我们来探讨情绪的构成要素。情绪是一种主观的认定，也是一种客观的生理反应，它具有目的性，也是一种社会性的表达。情绪是多元的、复杂的综合事件。情绪的构成理论，他认为在情绪发生的时候呢，会有五个基本的元素，它会在短时间做协调、做同步的进行。我们简单说明这五项基本元素：一、认知评估。当个体注意到外界发生的事件，不管是人或事，认知系统它会自动的评估这件事的感情色彩。因此会触发接下来的情绪反应，例如说，一个主人看到心爱的宠物死亡了，主人的认知系统会把这件事情评估为对自身有重要意义的一种负面事件。二、身体反应，它是一种情绪的生理构成，身体会自动反应，使个人适应这个突发的状况，
例如说，主人意识到死亡，他并无法挽回，宠物的主人的神经系统会觉醒度降低，全身乏力，心跳频率减慢。三、感受。当人们体验到主观的感情，比如说主人在宠物死亡后，他的身体跟心理会产生一系列的反应，主观的意识告诉他，这些变化呢，会把这些统称为叫悲伤。第四，表达，面部跟声音的变化表现出这个人的情绪，这是为了向周遭的人传达了情绪主体对一件事的看法。和他的行动意向，例如说，看到宠物死亡，主人会紧蹙眉头，眼角向下，产生哭泣，这个代表对情绪的一种表达，它是人类共通的成分，也有各地独有的成分。第五，行动的倾向，情绪会产生动机，例如说，悲伤的时候，我们希望找同侪来倾诉；愤怒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事情。接着，我们来讨论情绪的分类。国内有一派学者普遍认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将情绪分成以下六类。第一类我们称为基本情绪。所谓基本情绪，是指它是全人类所共有，它包含了生理的因素，比如说像喜悦、愤怒、悲伤。恐惧、厌恶、惊奇，通常基本的情绪会包含有下列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出于本能的，并不是后天所学习到的；第二，所有的人面对同一种情况都会产生同一种的情绪；三，所有人表达基本情绪的方法都很相似，并且都能被其他人所理解；四。当我们产生这些情绪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有相似的生理模式。二，跟感觉刺激有关的情绪，比如说像疼痛、像厌恶、像轻快等等。第三，与自我评价有关的情绪，它主要取决于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以及各种标准的关系的一种知觉，例如成功感、失败感。骄傲，以及羞耻、内疚以及悔恨等等。第四种与别人有关的情绪，常常会凝结成为一种持久的情绪倾向与态度，包含了像爱跟恨。第五，与欣赏有关的情绪，比如说像惊奇、敬畏、美感，还有幽默。六，根据所处的状态来划分的情绪。包括像心境、激情以及这个刺激状态等等。此外，有一些学者也认为情绪只分为两种，一种叫乐观，一种叫悲观。这两者的不同，我们说明如下。Martin 这位学者指出，他认为乐观跟悲观者有几项特征是不一样的。悲观的人会由于不当的思考模式所引起，若碰到挫折的时候能做区隔思考的，通常属于乐观的人；反过来讲，会做扩大思考人则属于悲观者。当面对顺境的时候，通常乐观者他会扩大思考，而悲观者呢会反而做一个区隔的思考。第二项，乐观者跟悲观者在工作效能上是有差别的。通常乐观者他第一年的业绩会比悲观者高出37%，第二年则会高出50%。反过来讲，第一年离职率悲观者会是乐观者的2倍。第三，乐观者跟悲观者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乐观是可以学习的。此外，有些学者也将情绪分成8个类型，说明如下：第一类我们叫愤怒，不鸣则鸣，包括了委屈、生气、敌意、憎恨；第二种情绪是悲伤的情绪，
展现出来是显影自怜，包含了沮丧、郁意、绝望跟痛苦。第三种情绪是恐惧，表现出来是束手无策，包含了像紧张、担心、迷惑、慌乱。第四种情绪叫快乐，表现出来是如释负重的感觉，包含轻松、满足、得意以及兴奋。第五种情绪是爱意，表现出来是柔情万种，包含了友善、信赖、亲密以及痴心。第六种情绪叫惊讶，它表现出来是料想不到，一般包含像好奇、有趣、震惊、害意。第七种情绪我们称为厌恶，它所呈现出来是芒刺在背，包含了不悦、排拒、轻蔑、拒绝。第八种的情绪叫做羞耻，它表现出来是自惭形秽，包含了懊恼、难堪、自怜、愧疚。以上我们介绍完毕情绪的分类，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些相关的情绪理论。以下我们将依序的介绍五个相关的情绪理论，包含了这个詹姆士的情绪理论、坎农的情绪理论以及新生二世的情绪理论、贝克的情绪理论以及亚伯艾里斯的理论。首先我们第一个来介绍詹姆士的情绪理论。詹姆士的情绪理论呢，他指出情绪是由于某一种情绪的变化所引起的自身状态的感觉。通常情绪的产生过程是因为刺激引起的个人的生理反应，例如回圈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等等的变化，再由机体的反应所产生情绪的体验。因此情绪是一种生理状态的感觉，是对机体内部跟外部生理变化的意识。接着我们介绍第二个理论，卡农巴德的理论。卡农巴德理论他认为激发情绪的刺激是由丘脑所进行，同时会把这个讯息输送到大脑和机体的其他部分，达到大脑皮层的讯息会产生情绪的体验，而使得内脏跟骨骼肌肉的讯息会激活生理反应。因此呢，身体的变化跟情绪的体验它是同时发生的，这两个都受制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跟控制。接着我们介绍第三个斯辛二世的情绪理论。斯辛二世的情绪理论呢，是称为情绪二因论。他认为情绪是由两个因素所影响而产生的，这两个因素包含了生理变化的认知、刺激情境的认知。理论认为生理的反应会先于情绪的经验，而情绪呢是起源于个体对刺激的情境认知以及对生理变化的认知。接着我们介绍第四个贝克的情绪理论。贝克情绪理论它不使用非理性的考量，而用负向思考来说明为什么个人经常会陷入一个负向情绪的深渊。贝克认为多数的忧郁症患者大部分都有顽固的负向思考的习惯，他会将所遭遇的生活事件通通尤其把它解释为挫败性的经验，解释为因为自己的缺陷或错误，同时也一定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接着我们介绍第五个亚伯艾里斯理论的情绪理论。亚伯艾里斯理论他认为情绪是源于个人的想法、态度跟价值，会引起个人种种的情绪反应，不仅仅是事件的本身，而是个人对事件的看法或对他自己说的话所引起的。艾里斯理论又称为 ABC 理论，他认为情绪的产生是由三项所产生，
一引发的事件，我们称为 A 事件；二信念，我们称为 B 事件；三造成的结果，我们称为 C 事件。爱丽丝认为信念有理性跟非理性。所谓理性的情绪心理学，是指个人对于自身、他人或生活条件会有正面以及健康的想法和信念。反过来说，若个人抱持着非理性的信念，则会产生负面的情绪，例如说焦虑、后悔、罪恶感等。通常行为的表现，例如争吵、自暴自弃等等。爱丽丝的研究，她发现两项的结论：一，正面的情绪能够促进个人的生理健康，使人精力充沛、精神愉快，增进人际的关系，并产生良好的工作态度以及成就感。相反的，如果被负面的情绪所压抑，则会造成身心方面的疾病和增加癌症的出现几率。二，悲观、沮丧以及来自重大以及轻微的事件的压力，都会造成免疫功能的损害。面对负面的情绪，个人应该运用一些适当的策略来加以管理，以免对身心障碍产生不良的影响。接着我们介绍第五个认知评估理论。Lazarus 这个学者，他的认知评估理论，他认为情绪的产生过程中，它包含了认知评估，分别是初步的评估、次级的评估以及再评估。Lazarus 的理论认为，可以透过认知的评估程序来调节情绪，而且可以探讨一些应用情绪反应的策略。Lazarus 的评估程序我们说明如下：一、初级评估。所谓初级评估，是指当个人面对压力的时候，先评估压力的情境对自己的意义、伤害或威胁程度，也就是说赋予事件的意义。一般人面对压力事件的初级情绪反应，不外乎这个事件跟我无关，或者说这个事件对我是有正向有益的，或者说这件事情对我产生的压力可能是伤害压力、失落压力、威胁压力以及挑战压力。第二个，次级评估。所谓次级评估，是指当个人经初级评估发现事件对我会产生压力，这个时候个人会再次的经由评估后，并采取行动来应应这个情境，因而应应的方向可能是一个直接的行动，或者寻求外部的资源，或者接受或适用环境，或者放弃。三、再评估。所谓再评估，是指当个人获得新讯息而重新评估并采取行动，这个属于一种回馈式的评估。再评估会发生两种形式：一、现实式的评估，由于新的讯息的出现或对个人利益有所改变而再度进行评估。二、自我防卫式的评估，个人认为事实已无法改变，可能经由再评估的确定，可以减少负面情绪的产生。介绍完情绪的相关理论，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个新的名词，我们叫情绪智力 EQ 的相关议题。首先我们来探讨什么叫做情绪智力的意义以及重要性。情绪智力英文称为 EQ， 它的原文叫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又称为情绪的智商或情绪商数，指的是管理情绪的能力，代表一个人能不能适当的来处理自己的情绪。心理学家指出，通常一个高 EQ 的人，他的情绪比较稳定，不会因为小事情而产生剧烈的波动。在产生情绪的反应时，他能够适当的
处理自己的情绪，能够对事对人都能够有合法的想法，而且会表现出合宜的行为。常常有人会问 EQ 跟 IQ 有什么差别？心理学家指出，这两者的差别，简单的讲，就是用感性跟理性的差别。影响人们一生成败的关键因素中，情绪的智商占了70%，而 IQ 智商只占了30%。另外的研究报告也指出，通常 EQ 有以下两项重要性：一，它会影响人的生理健康。通常个人的情绪如果呈现出焦虑不安或者负面消极的情绪，则会影响内分泌以及自律神经的系统，造成生理上的疾病。二，影响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它取决于一个人的情绪表达是否恰当。如果说能够察觉自己跟他人的情绪，能够坦诚面对自己的负面感受，同理对方的感受，对人对事我们做出适切的反应，就容易跟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了解了情绪自律的意义跟重要性，接着有人会问，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具备高的 EQ？ 根据学者专家表示，高 EQ 的人通常必须要先培养下列五种能力，分别为认识自身的情绪、妥善管理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的情绪、人际关系的管理。了解了情绪自律的需具备的五种能力，接着我们要来谈如何提升情绪自律。专家学者认为， EQ 并非完全由先天或生理因素来决定，它可以借由下面五项的训练来提升。这五项的训练包含：一、察觉自己的情绪变化，适当表达；二、提升情绪自制力；三、培养情绪的反省能力；四、懂得适时激励自己；五、觉察他人情绪的反应并适当回应。谈完了如何提升情绪的自律，接着我们要谈情绪管理的议题。我们知道，一个好的稳定的情绪能够激励我们在各方面有更好的表现。反过来说，负面的情绪如果无法控制，则会造成我们心理的损耗、健康的危害、人际关系的破坏。因此，如何做好情绪的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学者专家提出了以下几项提升情绪管理的方法，我们说明如下：一、体察自己的情绪。人一定会有情绪的，压抑情绪反而带来不好的结果。二、适当表达自己的情绪。三、合宜的方式来疏解情绪。四、增加自身的挫折容忍度。五、找出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六、随时不忘奖励自己。七、改变固定的想法，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态。八、拥有相互支持情绪的朋友。九、让正反面情绪都能够安全适当的出口。十、寻求专家的协助。十一、了解自己常用来应急的防卫方式。十二、以更大的弹性来适应环境。以上谈完了提升情绪管理的方法，接着我们来说明到底情绪对人的重要性是如何。心理学家认为，情绪会影响个人的思考力，若个人的心情愉快，则较能够朝向正面、弹性、复杂的思考。二、会影响个人的行为表现，如果个人的心情好，在各方面
都比较能够维持正常的表现。三，会影响个人的健康。如果个人受到压力或者负面的情绪，包含愤怒、焦虑、沮丧，则会降低免疫力，影响健康。总结来说，情绪对人的重要性可以详列如下：一、好的情绪和稳定的情绪可以激励我们在各方面有更好的表现；二、负面的情绪如果无法控制，对我们的心力的消耗、健康的危害、人际关系的破坏，都有不可言喻的重要性。我们有责任做情绪的主人，将沮丧、自卑、嫉妒、愤怒等负向的情绪转为一个成功的动力。三、健康的情绪的发挥可以管理的智慧跟效能都有关键性的因素。四、它跟健康、生活品质息息相关，更是个人创意跟思考的核心。五、健康领导效能能够提高。六、情绪可以丰富人生，如果人没有情绪，他的世界是一片灰色。七、如果情绪表达得太极端，也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因此适当的控制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课题主要是探讨个人行为的情绪，最后我们来说明情绪它对管理的意涵。组织管理的对象是人，而人的情绪好坏也会直接影响组织里的所有的活动能力跟工作效率。因此我们做了以下的结论：一、正面的情绪能够引起促进协调和组织的作用，它有利于劳动者工作效率的提高。实验证明，组织里头如果能够维持员工中等愉快的水准，将可以使员工的智力及劳动达到优良的效果。如果兴趣跟情绪能够愉快的结合，来互相的作用，相互的补充，将能够成为智力活动跟创造性工作提供最佳的环境。二、负面的情绪对人的行为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例如说焦虑、挫折感等会引起的破坏、瓦解以及干扰作用。实验也证明，焦虑的情绪使人的认知水平跟工作效率降低。二、挫折的感情会使人的行为具有攻击、冷漠、幻想、退化、固执跟妥协的倾向。三、悲哀、愤怒、倦怠等消极的情绪会使人感到厌烦。四、消沉、枯燥、无味的情绪会对人的自创造性的思维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影响，例如害怕承担风险、过分追求稳定的次序、过早的做出判断、酝酿能力的降低等等。五、惧怕情绪是破坏性最大的情绪。管理人员必须要能够掌控和控制员工的情绪，帮助员工克服消极的情绪，保持积极的状态，使得生产工作的效率能够提高。今天的课程到这边告个段落，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